大家好，我是酷晴，今天要继续我们的夜回三。上次的最后已经走到下一个要去的点了，所以我们就先绕过去看一下。那另外也跟大家说一下，我完全忘记啊，有闭眼这一招了。闭眼这一招听说也可以躲避一些敌人，所以等一下如果碰到走太快，然后又没办法靠石头引开的话，我觉得可能要靠这个技巧。来了，这个吧。闭眼一下看看，真的耶！哎，好方便哦！一下就消失了，还在想说他怎么逃走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现在地那神社在前面，我记得还没有神社的点，所以我先往左边看一下好了。菜园哎，他这边有什么标志吗？不能看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先捡起来哦，不要刺就好了。不要动，好像也不用捡呢，捡起来可能像一个事件吧。哦呦，靠北嘞！妈的，啊，哎呦，烦哦！我真的每一次都被这个吓到，啊，啊靠，啊，等一下，我声音开小一点。啊，靠腰！啊啊，我声音开超大声的啦，我被人这么吓到哎、欸！啊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有平复，啊，压力好大。好了，神社这边虽然说还没有任何的回忆，但先看一下好了。告示牌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哎，它没有惊叹号表出来，不然应该哎有，看一下，在神社里面的话，不要乱丢垃圾，神会一直在天空看着你的，跟台湾的说辞一样。附近也没有任何的道具，这神社是拿来干嘛的啊？感觉是之后触发事件用的。还有很肥的乌鸦、哦、不过神社的另外一侧可以下去，这是下去吗？还是往更深处走啊？有东西，这什么？10块钱，太好了，赶快存个档，刚我被吓死了，好可怕，认真，这应该是玩游戏啊，玩到现在我叫最大声一次了，真的是恐怖。等一下，但走这边对吗？但我目前也没有别的线索哎。这我觉得好像已经到了深山里面，还是之前看到的废墟是在神社的后面。其他也不能叫废墟啦，算是废弃的神社之类的。哦，很老的看板，在里面是竹林，会有迷路的孩子。所以不能进入。哎、欸，有可能欸，看氛围好像哦，这边感觉是停车场，然后这个是斑马线的按钮，按看看吧。啊，这边很有可能，如果你没有按的话，你会被砸死，对不对？我要等一下。哎、欸，可以了吗？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过过过过过。可爱哟、哦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死小孩！看起来没事，哎，我觉得可能是真的。哎呦，新的事件来了，小女孩，小女孩，你是谁？看来是要我跟上的意思啊，还要再往上啊？哎，好像是这里。是吗？当时我不是在一个房屋前面在玩球吗？啊，好像是又好像不是，在存字档，也不用传送，直接往前看一下。
怎么觉得有点似曾相似啊？而且还两条路，他先走一边。哎，红色的，有点诡异耶。红色的竹子，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事实上，好像哎，等一下有东西。黑白的照片，黑白的照片没有彩色。たくさん、挟まった，有很多照片夹着的相簿。为什么不知道人的脸都看起来黑黑的被涂掉的感觉？是因为不喜欢拍照吗？这什么东西啊？什么都不是。竹林好深，然后这个也可以讲话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啊嘞？这个石头仔细看好像有文字的样子，读看看吧。三番赤畑間通抜け，在第三个红色的竹子中间穿越，第三号的竹子中间穿越，什么意思啊？再看一次呢？第三个还是二跟三之间呢？三番赤畑間，第三个。所以我该不会在这边一直迷路吧？哦，哎，好可怕哦！不要这样子。三番，所以都还没有到吼，应该都不是这里。三番，三番难道是只说三个吗？这是两个的，一个的，三个的，找到了。哦，小女孩，靠背嘞，后面东西好恶心。哎，不止，这也不止三个，你是谁？要穿越了啊！等一下，那个人是谁啊？追看看吧，你确定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看起来像一个小玩偶的样子。应该是要从这一个草丛里面钻过去吧，钻吧，看起来也是一个回忆的所在地，当然也有可能不是啊。嗯，好可怕，这边也有线索，读看看吧。光を抜けよう，穿越光芒吧。我閉じて進むべし，这应该是指说把你的眼睛闭起来往前进，但是眼睛闭起来这个标志没有写出来，不要照到光吧，我觉得。哎呦，靠北嘞，慢要吗？但他好像只是围绕着我，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动作应该是对的。先穿越这些光芒之后再张眼好了。好，哟，有个东西耶，看起来像是人偶的下半身。コケシ，コケシ的中文叫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好像啊，有中文吗？我们都叫做什么日式玩偶哦。コケシ要拿来干嘛的？我也不知道。传统吧。这里有个线索，但不能按呢。好可怕哦！好可怕啊！不过这里都洋娃娃，对，所以这条山路可能是通到最后一间房子的，也不是最后一间啊，其中一间房子。这里都有一些东西可以按呢，但没有反应。这边也有一个线索，你知道乌希塔里？乌希塔里是什么东西啊？拉酱尼，拉酱什么意思东西啊？三个托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三个或者是十吧？乌希塔里那是五吗？托乌希塔里乌希塔里啊，乌希塔里左边。三个什么的左边，拉江尼，拉君尼，拉君尼，拉君尼是什么意思？三个什么东西，拉君尼，
拉朱尼难道是只说顺时钟吗？我觉得是顺时钟转三圈耶，会不会？不行，这边日文难以理解，以这个为主好了，绕三圈。哦，看来是我猜对了。还是有点迷耶。竹子的水 这个是竹水枪吧？竹水枪小时候好像没有玩过，我们好像都玩塑胶的。我记得还有一个，还是只有两个而已啊。这边有一个，还是他已经离开了？还在啊？绕一下哦。也没有反应。还是这叫逆时钟啊？也不是。所以我的顺序错了吗？再看一次，这个第一个好像会有反应。哎，为什么现在突然没有反应了？好讨厌哦！难道不是这样子吗？再看一次这个好了。现在又没有反应了。三つ、左、から順に吗？三个从左边照顺序。这不是绕一圈哦。然后我发现啊，刚那个背景音乐好像是过一段时间就出来一次。所以我们就从左边按一下好了，感觉它应该是要透过按来触发。一，哦，点亮了耶。啊，刚因为手电筒的关系啦，所以没有看到它有点亮。有了吗？呜、哦，感觉应该是那个大人狗离开了。赞哦！只是等一下会碰到吧。就是小女孩，但是有这个先碰一下。同个档，钱太多了。这是哪里啊？我是绕一圈了吗？还没有绕一圈。不过他既然往上走，我们先跟着走好了。掉了一个东西，カレバの鍵，这个是枯叶钥匙。小女孩完全不理我，我也没有想要理她的样子。哎呦，靠北嘞，妈呀！哦莫，等一下，闭眼睛。哦，还好学会这一招，所以刚刚在我身上绕的是那个大脸呢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呦西，好危险！今天被吓到好多次哦。这里，等一下，这一个吗？上面会写什么？让我看得懂好吗？ならだ、トロの八つ目と九つの間、八到九个之间、ならんだま。陀螺是什么东西啊？反正八到九的中间就好了，记这关键字。这里有很多的玩偶，先捡10块钱，好多东西哦，石头，
好啦好啦，地图好大，要延伸去哪里啊？那里没有东西，地上倒是有很多，十块钱。还有吗？这里好像有个石头，看一下。一个是八到九之间，那这个呢？アクセの外から，从什么的外部？出てはいけない。アクセ、アクセ。No soto kara， 什么从什么东西的外面不能出去 ？Soto gawa 啊 ，Soto gawa， 从外侧，不能从外侧出去。这是第二个啊，还有一个线索。这里好像可以过去。等一下，石头的二好像还没有看到。这里也可以过去。哎，やめてよ、もう、もうお前嫌い。哎，等一下，八到九个之间，难道我要数吗？二、四、六、八，是这样算吗？我觉得好像不是耶，好可怕哦。还是每个都通看看啊，从这个通看看好了。然后不能被光照到。怎么了？回来了，所以那条路应该是错的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从刚刚的地方回来了，要找一下前进的方法。还有哪里有路呢？这个也是线索吧，这应该是二。人形へぶつけ石お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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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么？お金石の順に给人偶ぶつけ是什么东西？然后石头钱按石头的顺序，什么东西啊？石头钱按石头的顺序。这还是四号耶，那二号呢？又掉东西。刚刚我有看到二号吗？倒是还有个东西，好多东西哦。这应该是二号吧，还是三号？这已经读过了。还有一个呢。总觉得线索好像不足，这个吗？看板先突き当たるまで牛を向いて，到看板为止的尽头要朝着后方前进，朝着后方前进，到看板为止。好多东西哦，那我在猜啊，等一下，好多东西，红色的布，全部都是红色的，看起来ズキズキごとに違う意外のしている，看着就觉得好像又出现更多种颜色了。这边还有一条路还是我试着从后面前进呢？空看看呢、啊？都走一下，这边要理解日文有点难。啊，看起来也不是。你好讨厌。这里我理解一下好了。八到九个之间。ザトロの八つ目とここのつの間。它是指说竹子吗？竹子的八到九之间，那这个呢？看板，等一下哦，好像有有个看板，所以我先找一下看板的路，再看一次，
然后八到九个之间是煮竹子吧，比方说这是第一个吗？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不是，你看那边有个看板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看板应该是指说退着进去应该就可以行进了，这样如何？到看板的底部为止都这样走，被毒吗？这里是私有地，不得进入。他说到尽头为止都是退着走，啊，但这边有锁耶，我有啊，对，我有个钥匙，这一把吧，哟西，诶，但其他的线索是拿来干嘛的？哎呦，哎，好烦啊，呵呵，哎，好烦哦。还是那不是尽头，要继续退着走吗？再走一次好了。到尽头为止齁。啊，不过退着走好慢。但为求安全，先这样走一阵子。到喽，看会不会被踢出去。不行，哎，好难。这边可以走，等我看一下。有个线索好像是说，这个二已经用完了，八到九的应该也用完了，它应该是只说下面的第一条道路。然后 Haksenos Nozoto Kawa No Soto Kawa， 这只说走外侧是不是？啊，只能在外侧不能出来。然后下一个线索是这个石头前和石头的顺序 ，Ningyo e Butsuke。像人偶指向石头前石头的顺序，二人偶吗？我们都看不到啊！还有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的道具哦，石头，哟，然后，哎，等一下我忘记怎么换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等一下要怎么换呢？啊，有有有，石头前，然后石头的顺序，哦，终于通过，哎，好难，不懂日文直接死，终于传到这里了，这里是记忆的所在地。可能跟那个红衣的小女孩有点关系。先捡一下东西，应该是钱，不是谁的日记？嗯，有非常小的文字。这阵子小孩们都失踪了。扎比，哎，他这个库纳库纳达不对，这阵子小朋友都不过来了。那个人感觉很寂寞。先存个档。哟西，继续走。这边应该会有我的线索，应该不用进去吧？好可怕哦！哎，要进去也机车。外侧先绕一下。石のカエル，石头的青蛙。诶，嘴巴张开着，很像吃惊的表情。这里应该也没有路可以走了，这里可以进去吗？感觉被锁起来的样子，所以看起来只有刚刚那个大门可以进去。进去看看吗？好啊，好有勇气哦。
哇、哦，这种羊管看起来就很讨厌。哎，好可怕哦！等一下，好可怕。哎，那什么东西？骗人！家里会放这种东西？等一下就追过来了，打不开。打开了，那里面真的好破烂，感觉真的是佛洋娃娃的一个地方。嗯，脚步声。这里也可以讲话，但有个东西在前面，因为有人哦，所以过不去。我记得好像也没有拉的动作吧？这个是看起来很厉害的。龟甲人偶，总觉得好像有哪里有缺陷啊，要收集缺陷啊。啊，目前看起来我也看不大出来，但我觉得应该有些可以讲话的。哦，掉了个东西，感觉是他缺的零件哦。这个，这刚才那个人偶的布品，就是一个。那个布品叫什么东西啊？一部分。Samurai no kabuto， 这个是武士的盔甲，应该是头套吧？头盔、头套。啊，还有缺，是应该再走一下。